期待的东西，应该跟你们一样。我的心脏哇，对象，哇塞，好，但是工作人员当然没有对我这么好，因为这样已经够多福利了。他们现在还要我们呢做一个很恐怖的滑水道，重点是还要摆 pose， 两个人比爱心，可是我们会是前后，所以爱心和有人太紧张，竟然比了一个圆圈。原来我手指有下来一点点，成功吗？这样还算成功吗？啊，算过关，过关了，哎，太棒了！哎，现在呢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挑战。对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呢，当然就是最浪漫的，同时也是最难的。两人在漂浮板上做出指定瑜伽动作。起来喽！起来了。哎，可以哦。我们一路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打个招呼，哎呦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脏蹦蹦跳，你脸上的坏笑，你不说爱我，我就喵喵喵。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，甜蜜在继续的每分每秒，你对我说着。女生做了什么样的动作，男生会招架不住？我以前，你觉得男生是你什么动作，男生会受？调肩带。哦，这个厉害，怎么调的？就是可能我们有时候讲话讲一讲，可能勒到不舒服，如果你只要这样去动一下，调啊，把它往上提，然后男生就会。哎，还有像陆
出去了。还有肩带掉下来。对，就是可能拍照拍一拍变这样。多了，男人就是寄居蟹，什么样？因为他眼神会朝肩带的方向。向日葵照。今天蛮有灵感，你要不要写字？朝肩带的杂碎很厉害哦。那你怎么没有娃啊？娃下面。娃。朝肩带。长度出来，你要仔细看哦，你要仔细看。六秒哥就去了。就是说，刚刚你在这么短时间就完事了？没有。为啥？会争气一点啊！你再过十秒好不好？十秒。你想一些，亲人啊，阿姨啊，念一些佛经啊。这个这个宁静很好笑，好蠢哦。就大家在等那一根，再一次测不到就交。好，来，对，开始。你要看他，要看。有进步了，配少脸。哎呦！哎呦！没反应了。哎，他一天只能一次啊，已经结束了扣打。过了，不是，各位，这么短时间你要一个男生两次，力不从心，没有两次了，第二次力不从心了啊。